提剑！混账东西！可心的事情你肯定早知道，居然敢瞒着我！对不起，爹。这次算了，我暂且不追究了。 但是绝不能有下一次。是，爹。现在警察来我们家了，你怎么干？我不知道。混账！又是不知道。你从小到大，总是一见风吹草动就怕得要死，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？爹。 我是担心您。废话，我的胆子要像你一样小的话，别说是司令，就算是伙夫，也会被油锅下破胆。你看看你刚才跟警察那个样子，胆小懦弱，简直是可笑。我告诉你多少遍了，做一个男人，就得天不怕地不怕。还让我跟你说多少遍？爹，警察会一直追查到底吗？ 让他们查吧，查来查去，也只能司徒恋是凶手。查来查去，你跟那个姓春的死也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就不信一个小小的巡捕房，还能闹上天去。